雄一家私立高职跟鼎泰丰来建教合作，他们每一个学期到鼎泰丰来实习3个月，月薪35,000，有不少的国中毕业生都抢着念。其实不止高职哦，现在面试官也前进到了大学校园，辅大呢现场面试直接录取，全薪42,000。学做小笼包要捏18折，高职还没毕业，在这里实习月薪35,000，毕业之后还有机会留在鼎泰丰工作，起薪40,000元。因为他是实习，每次可以考试，啊，每次升级都会多加一些薪水。高雄这所私立高职跟鼎泰丰建教合作，每学期上课3个月，实习3个月。不少国中毕业生抢着念，他们在这几年公司都还会累积他们的年资，顶着米其林一星的光环前进辅大猎人才，当场面试直接录取，安排到店里面要去试做体验一整天。大学毕业起薪38,000，全薪42,000，有语言专长，还有额外津贴。42,000很多是吧？很多。吸引你的原因呢？你学费所用？觉得薪水福利都不错，一天8个半小时，月休7天，休假还可以到公司吃免费的，让不少应届毕业生很心动。尽管学费所用，也要试试看。